好，我是陈丽。昨天呢在德国待了一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快递。在这边拿快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，从12号开始发的快递，今天21号了，然后才刚到。有的快递呢还因为送不了被退回了。这边因为有很多塌方，它特别慢，还有就是没有网点，所以如果在这边大家如果要接收快递的话，一定要先看清楚哪些网点有，哪些网点没有，不然的话等了半天结果还是等不到快递。我这个快递我就等得非常的头大，昨天然后一天时间，现在他们刚好装车了，然后说早起来太麻烦，还让我等。对，现在这边因为装车装好了，然后找起来太麻烦，跟他们去他们发货的地方。好吧，终于找到了。好了，巧克力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我等了一周的快递。巨人黄菇，一个锅，还有两个碗，锅盖，还有个炉子啊。啊，这个勺子呢是我让大哥发的，然后我本来是要了两个那个气罐，主要是气罐没有了。这个勺子还不错，挡风板，我缺挡风板。这是老板额外给我寄的。这个好像比之前那个看起来要舒服呀。好吧，感觉应该用起来不错。蜘蛛爪，哎，你怎么开？这样的炉头，可是我没有气罐啊，我要怎么做饭呢？我等了他一周，就是等气罐。好吧，又重新买气罐。这个是大哥送我的。我的那一套应该可以淘汰了，好吧，谢谢，感谢哥哥。好了。